我们的 Sky。是三方威胁战，所谓三方威胁战就是三方各自一个阵营，
那只要哪一位能够压制到其中一位，就得到冠军。现在一开始在社长比较看好谁？我个人是觉得比较看好是 Sky 的 ，Sky 的获胜几率感觉比较大。怎么说？因为他无论是体格、智慧各方面反应，都是这三位选手之中的佼佼者。还有表度吗？现在完全一开始，只要 Sky 哥的病他棒嘛。老诺觉得哪一位？基本上，其实我是看到 Sky， 因为我觉得他够表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毕竟 Sky 是我师父，半个师父啊。因为他最近在教我怎么样打败阿勇狗。没有错误。对，那 Sky 的话，你算是拜对师父，因为他好像有打败过阿勇狗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其实我是想要问他说，怎么样可以有什么秘技可以偷招一下这样子。哇，来一个野人一个翻摔，哇，这一招这一招，野人也是我们一个老资格的选手啊。是是是，目前三位选手他最资深。哦，他其实是最资深。2004年出道。那现在已经15、16年了。对，所以是一个老选手，算是老选手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Sky 的话是2012年。Sky 啊，对，上次 Sky 跟我讲他的年纪，我有点吓到。对，他很年轻啊。因为我觉得他最近发展还算不错，还可以啊。对，因为他有去几个国家比赛过的，吸取了不少国际经验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赵天奎，这就是 Sky 的套路。哦。所以我说嘛，我的 Sky， 我的师傅 Sky 够表，所以这是我要，这是我觉得我唯一，如果学到唯一有办法赢阿勇狗的地方。你要好好的学习。现在被打了这位 Lucifer 是我们今年刚出道的新选手。哦，有啊，他上次出道的时候，其实我有震撼到，我觉得很难得。对，他在 Heisenberg 的时候被。虽然是被电爆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奋战精神值得嘉许。对，配合他的体型，他个头都不如对手，他耐够耐打，够耐打，够认真，对不对？肯拼，肯受招，也是未来充满希望的。我是这么觉得。哇，现在又要去场外了，又要去场外了。说不定 Lucifer 今这一场会逆袭。哇 ，Sky 连观众都表了，真的是。为了胜利不择手段。为了胜利各种表。Sky 是去年的 T1 冠军，看不出来吗 ？Taiwan Number One 冠军 ，Sky。哇 ，Lucifer 一个锤击。打哈！其实一般摔跤选手养成大概要多久？正常快的话半年，久的话可能要2-3年才能出道。啊，过去我的经验，所以你意思是说要看天分吗？要看努力、天分各方面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很难说的，是不是？上次跟 Lucifer 本来分手本半年就出道了，那 Lucifer 是2年才出道的。啊 ，Lucifer 有这么久？对，他是在学习了2年。啊，学习了2年才出道，我以为是Sky 是大概学了两年，也差不多2年。对，这样子是不容易。而且我觉得最近其实台湾摔角慢慢有点起色，应该说学习的。对对对，也希望选手可以越来越多。所以我就靠老诺了，加油了！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家一起努力。因为其实我刚好也是很喜欢摔角。我想看你被阿勇扁。我靠！我看。那大家还要等很久。应该蛮有趣。大家还要等很久，因为我还在龟缩。时间很快，我记得是三个月吗？对，但是今年一定打，好不好？今年一定打，大家拭目以待哈。谁看他请来的？那现在，那怎么一直露西法一直被打？现在露西法一直遭到 Sky 的虐杀。对啊，遭 Sky 不同的虐待 ，Sky 也很聪明啊，四肢挑软的吃。原来如此，
但是双方如果是对打就没有了。对打，当然对打就不可以摸。冈田奎也趁机休息。对啊，我是说对打就没有。对对对对，我就是说对打就没得摸，三方威胁可以摸。想法是老一样。现在观众们打死他，打死 Sky。哎呀，一个锤击，一个锤击，继承了 Hansenberg。哎呀！闪过去了，哦，抓住，抓住，哦，抓住 ，Sky 反弹之后，金币勾，哇，勾不动，糟糕 ，Lucifer， 哇，破掉了，哦，这个勾也太勾了，太重了 ，Sky 不要看 Sky 这样子，力量还是很足的，还好 Lucifer 也比省油的灯弹了起来。Sky 掌握了契机，会拿下胜利吗？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将来是老人辣吗？冈田杀出一个程咬金，休息够了，这个半路杀出一个冈田奎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这个就是三方威胁的乐趣，永远你猜不到是谁会获胜。一个不小心，有可能就被压制，就翻船。哦，这个白棋。对，老诺有学到这些抗打击的能力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因为不太敢被打。其实打到后面，我会越觉得越来越舒服。讨厌。现在冈田奎掌握了优势哈。啊，一个翻摔，哇，这个，哎呀，失败了。其实他扛起来不容易耶，两个体重都将近上百公斤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人是一百多公斤，应该也是九十公斤，两个人体重都不轻。下三路，我现在已经不支持 Sky。哇，这招漂亮！哇，被一个 Spear， 你来我往，一人一招，两秒。我路西法及时的救援，救援成功。因为只要任何一方压制其中一位，就结束比赛。所以除了自己要赢比赛，也不能让对手掌握机会。哇哇，这招连击！哇。到底有没有用啊？野人的身材挡住了，哎呀，缠住了，要使出什么招式？哦，看来野人是有点晕了。那 Lucifer 掌握了契机了，哇，一个前摔，混乱，但是战就是这样，我一个压制，嘟嘟嘟嘟，还没那么快。大家都很拼哦，着急，来，没有举起来，没有举起来，太危险了。再来一次，举起来了，要举起来，举了一百多公斤，对，实在是相当好努力，没有成功。体型还是被举起来了，体型还是有差距啊。哇，这个痛！重摔，重摔，在这种地板比擂台更硬的，真的。我上次自己小摔了一下，就觉得硬邦邦，练护身了。对。现在冈田奎掌握到胜利的契机了，冈田奎使出他的大招了，不知道他会获胜吗？但是失败的后果还是承担。哇，那个。一个花尾式的金币钩，现在击退了冈田奎，自己要出招了，没错，把 Lucifer 摔起来 ，Lucifer， 哇，好危险啊！这个
角度，什么角度太危险了，起来起来，哇，太强了太强了，哇，路西巴太强了，哇，这个西门不简单，这么危险的角度啊，他还能够弹起来不容易。干，把 Sky 又使出他的夹娃娃机，夹鸡鸡。不要被夹，不要被夹！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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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惨了惨了，最脏的一招来了。你想吃这一招吗？那个，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学这一招。我终于知道我要学哪一招了。我的，住啊，起来！完了，比赛结束，毫无悬念。获胜者 Sky， 就这样算了，就打得很烂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下一次我会练习够，然后准备煮东西，然后送给我的对手。